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。你和你隔壁的这个人认识吗？跟我认识很丢人吗？我没有猜出来你是谁。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背包客会是一个男生，因为背包客的身材非常的娇小，我一点都不夸张，感觉他比我还娇小，而且他比我会撒娇，他比我还像女生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往那个方向想。主要是因为底没有打好。哎，我底要打好了，要你干什么？他见面之后我就吓一大跳。人，哎，有人。耶！打了个兔子上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我就觉得哇塞，他真的好会掩藏自己哦，就觉得自己被套路了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被套路了，把自己彻彻底底打扮成了一个姑娘来为难我们猜评团的。哦，是啊，你的声音太美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我本来想要那个歌声跟你的形象做一个永远的一个结合。我永远没有看到你，我永远是有可以有想象空间。好了，现在没有换电了是吧？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荣耀归来。这世界很酷。